请问师傅，鱼痴之人怎么修才能去除鱼痴呢？请师傅教我们一个简简单单的方法去除鱼痴，感恩师傅。多听少讲，多想少动，做人谨慎，戒骄戒躁，多学啊，多听多跟善知识交朋友，做出来的事情就不会愚痴了。你要天天在我边上，你会做愚痴事情不啦？不会。好了，但是有的人在师父身边还会做点愚痴事情，那么至少师父马上制止他了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感恩师父，那不在师父身边的就是要看白话佛法。嗯。明白吗？白话佛法的能量都是菩萨给的。菩萨昨天已经，那天礼拜一的时候已经讲了，已经开示了。每一本白话佛法里边，你们念的时候，全部都有护法神给你们加持的。